曾经因为代孕、偷税漏税被大陆彻底封杀的郑爽，前段时间却又突然进入大众视野。虽然躲去了美国多年，但是相关债务争议和官司判决还是屡屡将她送上热搜，而她本人似乎也清楚知道付出无望，所以干脆继续留在了美国。近期有美国洛杉矶的网友偶遇了郑爽，看上去生活逍遥自在。当天网友逛街到某店，一眼认出了郑爽的父亲，然后才看到他旁边的女生就是郑爽。该网友直言郑爽比想象中要高一些，自己没好意思上前打扰，毕竟现在他也不是明星了。当时郑爽父亲正在跟女儿热聊，两人边说什么边排队结账。郑爽背对镜头，抱着新衣服，头戴帽子，身穿一件短裤，头发梳了个辫子，黄色发色格外抢眼。形象崩塌，演艺事业尽毁之后，郑爽本人似乎也没有胖太多，两条腿依然像麻杆一样瘦，一看就知道是她。而且以往她的形象一直都很甜美，如今穿搭却越来越个性。郑爽父亲一脸认真地比划着什么，似乎两人正在聊很严肃的事。看得出来郑爽父亲瘦了不少，这也跟前段时间郑爽的近照对应上了。黄色的发色应该就是近半年内染的，只是越洗越褪色，变成了干燥的黄色。曾经的郑爽眼睛仿佛会说话，看上去十分灵动，但是现在却双目无神，看上去就像一个行尸走肉一般。他虽然被处罚了许多钱款，但以他当时的捞金能力，应该是不至于因此就此破产的。更何况他的工作室还在运营，怎么会落得如此境地？这一切就要从数年前说起。郑爽的黑暗时期遭到了多个事件的打击，从一开始的代孕事件出现，后面紧跟着偷税漏税、弃养孩子等事件接踵而至。于是前一天还光鲜亮丽站在娱乐圈顶流的女王瞬间崩塌。2021年，郑爽被曝代孕事件，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。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涉及到了法律政策，所以国家也是高度关注这件事情。一开始郑爽的公司先发表声明，称这种说法是谣言，可是群众都不认可，因为郑爽的表现实在太过明显。要知道怀孕肯定是能看出来的，但前一秒还在录制节目小腹平坦的郑爽，怎么会第二天就生孩子了呢？而且郑爽在这期间从来没有休息，即便是有了小孩之后也是直接开始拍戏。于是事情闹得越大，政府机构直接介入调查，随后经过核实确定郑爽存在代孕的行为，并且是在国外进行的。但是这种行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是不被允许的，不仅触犯了法律上的错误，更是在道德上有着巨大的违背。于是针对这件事情，郑爽被国家点名批评，并且随后将其直接封杀，也就是郑爽以后不能够在国内的任何媒体或者平台上露面，这也就等于让郑爽的演艺事业就此停止。在此之后，不知道是有人落井下石还是痛打落水狗，郑爽的负面消息一个接着一个，其中最严重的便是阴阳合同事件，涉及了大量的偷税漏税，将自己的一大笔拍摄费用通过非法的手段拆分成多份，从而避免了交税。这种逃税的行为也是被税务局直接确定查获。最后经过一系列的计算和查证，证明了郑爽近些年不合法的收入在近2亿元，并且还有其他的偷税，逃税金额7000万元。最后根据法律规定，判处处罚郑爽2.99亿的罚款，并且以后不允许在大陆公众场合和镜头面前出现。随后承受不了舆论压力，甚至连门都不敢出的郑爽直接逃到了国外。但是她在国外的生活也是一塌糊涂，因为没有了经济来源，再加上被处罚了近3亿元，这对于一向花钱大手大脚的郑爽来说无疑是无法接受的。
而且郑爽成名之后，仿佛是对自己的样子不够满意，认为不是标准的美女瓜子脸，于是便进行了整容，也就变成了现在的网红脸，十分小巧，可以说每一个五官都是十分标准的在一个瓜子脸上，许多网友甚至一度声称认不出来。不过对于这件事情，郑爽也是没有亲口承认，这种事情政府也是无法干预，所以直到现在也只能是一种猜测。但不可否认，郑爽前后的变化实在过大了，所以在许多网友心中都是实锤了这件事情。不过一直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，只能说其实郑爽整不整容其实对大家都没有什么影响，每个人都有选择美的权利，没有什么好抨击的，更何况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证明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郑爽在变成标准网红脸之后，喜欢她的粉丝不增反减，曾经一直被称作仙女的她也是多了一个假面的称呼。郑爽的这一步算是彻底的走错了，不管她是通过减肥还是整容手段，她都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。不过这是一些网友的看法，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觉得美的东西，虽然没有被大众所接受，但郑爽本人应该是不后悔自己的这种决定。郑爽演艺生涯中前前后后一共谈了三次恋爱，一开始第一段恋爱的时候，郑爽才刚刚年满18岁，她和张翰一起拍摄《一起来看流星雨》中相识，后来两人假戏真做成为了恋人，并且当时郑爽直接在媒体面前承认这段恋情，两个人一时间成为当时年轻人的饭后谈资，许多人都认为他们两个是天生的一对，非常般配。但是两个人也是没有在一起太长时间，或许是因为当时的两个人都太过于年轻，并且还都是身处娱乐圈的顶流，流言蜚语络绎不绝，所以两人跟人便分手了，并且还是郑爽主动承认自己提出的分手，没有经过张翰的同意做的决定。随后张翰还因为这件事多次网络暴力，这次也是让人们都见识到了郑爽的厉害之处。郑爽在后面的每一次恋爱中基本上都是以一个可怜楚楚、十分纯洁、遭受了许多非议和委屈的形象，一些无脑的粉丝也是不去追究事实真相，总是盲目跟风，在男明星的账号下疯狂攻击。随后郑爽便跟胡彦斌在了一起，并且公开发布了亲密的照片，同一时间张翰也是公开了自己和古力娜扎的恋情。这一下郑爽的粉丝们不愿意了，自己的女神可以找下一个，但是张翰这个时候也公布，他们认为张翰就是在故意挑衅，于是张翰再一次被莫名其妙的网络攻击。而另一边，郑爽和胡彦斌却如胶似漆，被许多网友们祝福。就这样，在这次的恋情中，唯一的幸免者就是郑爽，张翰被骂作渣男、不负责任、玩弄感情，古力娜扎则是被用来和郑爽做比较，一度被郑爽的粉丝攻击到抑郁。胡彦斌则是最惨的一个，明明自己什么都没有干，还是郑爽先主动的表达爱意，然而自己却被扣上了癞蛤蟆的标签，被许多粉丝攻击称胡彦斌根本就配不上郑爽，完全就是丑男多作怪，说不定是用什么手段。胡彦斌在这样的网络暴力之下也是很快便承受不住，于是便删掉了所有和郑爽有关的文章，随后便提出了分手。但即便是这样，郑爽的粉丝还是没有放过胡彦斌的想法，反而攻击更加厉害，称其有什么资格提出分手。眼看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这件事情，胡彦斌也就麻痹了，对于网络上的言论一概不理，充耳不闻。就这样，郑爽的第二段感情便到此结束，随后便是郑爽公开的最后一段感情，也是郑爽代孕风波的缔造者，这个人就是张恒。不知道是不是无知者无畏，有了胡彦斌这个前车之鉴之后，张恒竟然还敢和郑爽扯上关系，只不过这段感情是被狗仔扒出来的，
无奈之下，两个人承认了事实。这个张恒也不是个一般人，是一个赤裸裸的富二代。但即便是这样，还是被郑爽的粉丝给扒得一干二净。无论是多早之前的丑事都被扒了出来。不过这些粉丝越是激进，给郑爽带来的流量也是越多。虽然不是什么正面流量，但也让郑爽的广告费用等等一涨再涨，郑爽也是赚得盆满钵满。所以说郑爽是被黑红的也不过分，因为她可怜兮兮的人设让许多粉丝都是极力维护她。无论是哪段感情发生了什么事情，郑爽永远都是无辜的受害人那一方，但她却不是一个完美的受害人。就在张恒和郑爽两个人的感情失利的时候，一度闹上了法庭之上，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是站在郑爽这一方，对张恒一顿数落和辱骂。于是张恒实在忍受不了之后，便发出了那一张照片，上面是张恒抱着两个孩子，文案写着看看我们的孩子吧。这一下粉丝们彻底的炸了锅，因为郑爽之前没有任何怀孕的消息传出，也没有怀孕的迹象，一直都在工作当中，那这两个孩子究竟是怎么来的呢？于是在无数粉丝的深挖下，郑爽去美国做代孕的事情最终被曝光。这一下再也没有人替她说话了，因为这已经涉及到了法律层面和道德层面。谁也没有想到，看上去就是让人可怜的郑爽竟然背地里做了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，并且郑爽当时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十分之高。